当当当当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展，叫马克布拉德福特 Los Angeles。 好，我们要进去啦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它这个展呢，它就是用一些废旧的物品然后做了一个展览。就首先进来的是一个，这是一个船吗？应该是的。也是代表了纽约、华盛顿还有洛杉矶的三个作品，然后它都是用布面综合材料。这个应该是洛杉矶的，然后走过来之后，中间这个应该是 DC 华盛顿。这幅应该是 New York City， 蛮有意思的。我们现在是进了一个影音室，放的是当时街头的一些舞蹈。现在马上好像就要到一个这个地球这边，这个展览貌似据说就很多人都会拍这个照片，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展示品。这个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全是各种地球的一个展。一只马的。